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的频道，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黑金的回归。在10月31号至11月8号的时候，我们有双黑金的回归。那这个正如我昨天跟大家分析的一样，有特哥跟我们玛雅的回归啦。那这一次比较佛心的是，他们是分别两个不一样的卡夹，并且分别是40抽都有保底哦。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得到这两张黑金的话，就可以来抽一下这次的封印啦。那我们古币封印也会同时开放，所以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分析古币封印里面的卡片以及这两张的卡片这样子。以上就关于今天影片啦，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新情报的话，不要忘了下载订阅九方小铃铛，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那我是奥凯，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